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rian， 这个礼拜又斜杠来教大家玩魔术了。一样呢，是在星期二的晚上，我受邀到高雄的 A 加 Space 艺文空间教大家玩派对魔术。那其实近距离的互动魔术一直是我最拿手的，所以这天晚上呢也玩得非常的开心。那除了教学之外呢，我也准备了一些惊喜给现场的朋友开开眼界哦。各位观众，一条鱼，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，一样的，一模一样。向各位来掌声。当天晚上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很可爱的小妹妹，当我邀请她到台前来陪我表演的时候呢，她总会呈现一张快要哭出来的脸，搞得呢我都不敢太激动，怕她会爆炸。这里呢有一个球，我把握在这只手上，然后呢这个球握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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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握好，不要跑掉哦，握紧，抓不掉哦。好，不见了，我去哪里？跑到你的手里面去了，很厉害哦。最后呢，我来教大家玩一个我平常最喜欢表演的神奇逃脱术。首先邀请到两位壮丁，用一条普通的童军绳把我的手跟脚都绑在一起，并且确实绑得非常紧，以确保我不能轻易的解开。没想到，等一下呢，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我说计时的时候你才可以开始，就千万不要早也不要晚，记得我说计时的时候才可以开始计时。 OK， 好，怎么了？来检查一下，最近一下是不是很紧？来，这紧了，我的手都已经红掉了呢，对不对？好，很紧哦。 OK， 可以了吗？ OK， 好，各位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我就开始逃脱了，没问题哦，不用准备逃脱了。 OK， 来逃脱，那个逃脱之前，逃脱之前再check一次，check一次。好， OK，可以了。你刚看到我什么眼？好，来，我准备逃脱了。好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哎，掌声鼓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 Brian。因为昨天在高雄待得比较晚，我索性呢就在高雄住了一天。那因为出自于好奇，我还没有搭过轻轨，所以今天决定来搭轻轨，沿着海港线走走看看。我先从橘线的西子湾转乘轻轨，先到博艺术特区去逛逛，再沿途走到最近刚落成的大港桥。那我本来以为有机会可以看到它旋转。不过大港桥它平日呢一天只开一次，那不巧时间没有遇到，那只好作罢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到梦时代吃过午餐，我再搭轻轨到前镇之星，转乘捷运红线到高雄小港机场看飞机。看完飞机，我就到高雄的安利公司喝杯咖啡，然后才心满意足的打车回家。影片最后来跟大家推荐一款新上市的缤纷花园护手霜，它总共有三种香味，分别对应了三种质地，分别是清爽凝胶的清新柠檬、水感乳液的盛开玫瑰，以及奶油乳霜的甜美香草，让所有不同程度护手需求的朋友都能有最适合你的护手霜。如果你有兴趣，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购买连结，或是直接私讯我也可以哦。 OK， 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精彩内容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，并且同步追踪我的 Instagram 或者是 Facebook 粉专页。这个礼拜就写到这边，我是 Brian， 我们下周见。